入职啊，入职啊，入职啊，我怕你们两个，你继续讲。我怕考试考不过了，你真没理。那你要找一个这中介嘛？你要谁都帮不到你，你要把那一百题全部背熟。对啊，那你就背嘛。对啊，就背嘛。先背熟一百题，然后他抽十题来问你，你要都得会了嘛，都得会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他主要就是你一百题都会，要背这个。你那个题不难的，那个题你很容易记的，是很容易记。死记硬背。你有找到那些题吗？啊，英文的语言有吗？美国有，中文我知道，美国有50个州，但是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没有，我其实我弄到小纽约网上的，就是包括那些语言啥的都有。一百题，你把一百题搞定就没有担心了。我给你听一下啊，第一题是什么啊？美国最高的法律是什么？然后下边是选择题，独立宣言还是宪法？是宪法。但宪法这个是，你看第二题啊。宪法的作用是什么？来，你说来。我给你点题。What does the Constitution do? Constitution do. 对，宪法的这个作用是什么？那我给你四个选项啊，第一个是建立政府体系，定义政府，保护美国人的基本权利，还是说这三个答案都对？肯定是保护美国人的。没，这几个答案都对的，他是给你放了个。三个都对的。三个都对，就是这些人这些都包括。哦，对，随便填哪个都不是不是，就是他有一个就是。三个都对，你就选那个三个都对，它有三个选，就一共四个选项。哦 ，A B C D 就是选个 D。那我就现在给你测试吧。那第三题是，宪法的前三个字说明自治的概念，这三个字是什么？是政府的嘛？然后有一个华人租了嘛？租了之后到期了，亏损，不是到期，就是还有他一下租了50年嘛？应该是亏损，亏损。这疫情亏损的非常严重，疫情前也在拖欠了，欠了1500万美金。哦，疫情之前已经疫情之前就已经在欠了1500万美金、哦，然后就是因为一直拖欠嘛，政府就说这纽约政府嘛就把这个楼拿回来，然后他们自己想搞点什么，是这样的，不只是疫情前就已经亏了，其实那个楼之前是生意非常好，但具体它是怎么亏损的，是由会计是怎么给他做账的，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一栋楼但生意应该是最好的，结婚什么都是到那里去了。所以但是你知道华人希望就是在具体的情况不了解，但是呢我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，就是说他们想自己多赚一点钱，然后少报一点税，就是多不报一点亏损。因为美国有一个破产法嘛，就是你的钱到达一个数字之后你还不上，你可以申请破产，这个钱就给你免掉了，甚至可以全部给你免除，或者说给你免90%、80%，肯定可以免，甚至你可以保留你的汽车跟你的住房都可以。所以很多人其实像你看疫情期间不是有这个小企业的贷款吗？很多人申请是就是你是贷款嘛，你终归是要还的，就是它利息可能会很低，但是钱你必须要还，本金你要还。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即使生意不好他都要去申请这个贷款，最后还不上的话他可以申请破产，这个钱可以找会计就全部打掉。因为他这边的老板其实他也是自己挣一份收入嘛，他是这样的，就是他也是像员工一样每个月拿一点收入，所以他到时候可以申请破产。那就是啊。你们那餐馆怎么倒闭的？没有倒闭，我跟他开玩笑。就是你希望他倒闭是吧？我也不希望。哎，你上次不是说去滨州种菜？不是，是不是种菜是？仓库。他们还打电话玩。你是下定决心没有？我不想去。不想去，就是，太可怜了，那边好像什么都没得吃。他老是叫我过去看，我开车过去那边3个小时，回来3个小时，哇，我一去一回就6个小时，那我一天什么都不用干了。就是还是就那边就是没有华人，也没有中餐。不是，他餐馆在那边，然后，仓库。帮他们搞个宿舍在这边买，
买了那种独立的 house 给他们了，就是仓库跟住的地方还是有点远。演一个房子去那边住，不用给钱的。一人一个房子，一人一个房间。一人一个房间。那可以啊，那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。住不用给钱，就是太闷了哈。以后伙食费呢，一个月300。伙食费是华人自己做饭。几个人都是华人啊、那谁做饭呢？是你们自己做还是说选出一个人来做？应该轮流煮一下。那你会做饭吗？做饭会啊，但是做菜煮菜我也不是人。那煮饭反正他说伙食费300，应该有人煮的，就是几个人？你们几个人呀、啊？在那个 house 里面？3个人啊。3个人一个月300，就才1000块钱呀、啊，那自己肯定请不到人的。就是自己煮啊，自己煮，顶多是我，也就是我洗米，用电饭煲煮饭。那两个人就你去的是你们三个啊、那两个是女的吗？不是，那你就别去了，要两个美女陪着你，你就可以考虑考虑好。太闷了，去外头是这样的。也没人说话，就天天看视频，没法的生活，这个生活舒服嘛。他老是拿什么来吸引我呢？就是存钱。确实，你如果想多赚点钱，或者说就未来要急用钱哈，就可以了，这个可以考虑的。他老是说存钱，这老是这样讲，他什么也不讲。他也没说什么有什么遗漏什么，就是说存钱。但我觉得这个工资不是能拿到10000块吗？啊？几千是10000块？一天税后应该有120-130左右。一天呐？啊。那也就4000多块钱呀、啊，你一个礼拜要休一天呀、啊？他上7天啊？上7天呀、啊？对呀。不让休息，就是上7天会疯的。不会疯的、啊。不是，你看你在那边又。你要，如果你上班上的开开心心，不会的。如果上班的时间很开心的话，就不会的。那我觉得我觉得也受不了。那除非你是一个非常。不是，你在那边休息也没事干，就开。那也没什么。其实那一个星期700肯定到手，一个礼拜700，最后4×7=2800，3000块钱，再扣你点伙食费，3500，哇，一个月三千五，在纽约其实做指甲做按摩都有这个事，做餐馆也有这个事，你这去跑到那边去荒无人烟就没有意义了。我就感觉有点坐牢一样，就是他这里去那里3个小时车程，就他说是3个小时车程，但你不可能每个礼拜都回来嘛，对吧？可能真的要4-5个月回来一次。可以，你回来没什么事，你回来就是拿点减肥产品。他还没有公共交通可以回来的。公交什么？公交车。反正没有公共交通可以回来纽约的，要坐车或者自己有车的。没有，这火车没有吗？坐飞机吗？没有火机，没有火车，但他肯定有飞机场，肯定有飞机。地图上面他公共交通没有啊？没有公交车的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宾州那里应该有那种长途巴士的呢。他长途巴士就是到固定的地点，到唐人街那种。他唐人街的巴士就是到一个固定的地点，不是说就滨州也很大嘛，他不是说每个地方都给你跑到。然后老板车你去那个车站啊，然后就可以回来。感觉挺麻烦的。如果你就赚，我就感觉3000多块钱，你就不如在法拉盛。是不会就去吗？真的就不去了。我老是考虑，我都不想去。那你就直接告诉他不去的就完事了，你老拖着他，又给他一点希望，最后又不去，对吧？不给他希望，我也说不想去。
他就是无聊寂寞，老是想叫我过去陪他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去。不去，我坚决不去。这多大年纪了？啊？多大年纪了？三十二八。三十多？结婚了吗？应该也30。他结婚没有？没有。一个30岁的一个30岁的单身女人让你去，你不去？不去。哎呀，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？不去。其实你有这么合适的女孩子，你不应该挑人家长相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这女孩子的长相，我觉得性格跟这个心灵是最重要的，长相是次要的。而且这个女的现在可能觉得她在对你有意思，一旦她结婚了，你可能会心里会有失落感。真的，我是这样的想法。可以改变。唯一，哎，你有她照片吗？照片看一下。唯一吸引我的，她现在是讲就赚钱的，你老是讲泡女。不是，一个女孩子要说让你这样去，那肯定是有什么意思，对你有意思的。那开始我讲整个故事给你听。好，你讲。开始是仓库在纽约的，在JFK 机场那边的。然后后来不知道那里仓库太小呢，还是那房租也好像不贵，应该是仓库太小，那个容量不够，他就搬去纽泽西。搬去纽泽西吗？然后又不知道什么其他原因，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女的是在那上班啊，还是什么？在那上班。上班的。然后不知道，可能宾州那边业务的需求呢，她可能又……你有她照片吗？没有。微信上没照片吗？没有，我真人，我都和她同事同了几年了。那怎么不去呢？要去呀，这种事情。这几年你有机会，过几年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，是真的。我就说这些，这是女孩子结婚很快的。不是，这个人他不会一直在这个点上等你，你可能下个月，他有别的男的那啥，就是说喜欢他追他，马上你就凉凉了，是这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对呀。是真的，他不会一直等你的。去换个发型不行了，换衣服发型。再吃点产品，用点护肤品，它就可以改变了。这牛仔装，这就是时下最流行的装扮了，对吧？就我给你来个，来点的，耶耶耶，你没跳个舞了，对吧？可以，够用的，外形够用的。姐姐，我觉得你应该去。男人选老婆还要选漂亮的呀，啊？还要选。要样子过得去先，你要先选样。没有啊，没有先选样啊，是不是要天时地利，啊，环境。不是，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。我这样讲，其实我们两个接触不多哈，但是我知道你不是机会主义者，真的，你不是机会主义者。他挺好的，就他是个好先生哈。什么想法不一样哈？说白了，漂亮女孩子就是不专心，没有耐心，写两字错五个字，你还要你猜她意思是怎么样的，你都猜不出来，写十个字错五个字，你怎么知道她是什么意思？要么就是打电话，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，那时候是零几年。2001年吧，是刚刚上网的，刚刚科技的时候，应该是科技90年了吧？就99年2000年。对啊，就是那时候啊，2000年出中文的了嘛，是不是？可以讲字，然后打在字上面了。我们还恶作剧呢，那时候看《古惑仔》嘛，我就说打那个扣台嘛，就说。你帮我发送，就是说什么话，就说你要的货什么什么，就说那个毒品的名字哈，什么什么，
但是说的时候就因为是假的嘛，就不停的笑，一笑然后就说的不好了，最后打了有两三分钟就一直自己打量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说假话就笑，也不停的哈哈哈哈就说不出来。那你的要不你当面告诉他吧，我说哎那好吧，就挂了，就没发出去，这是搞恶作剧嘛。嗯，他们我们这边不是很多那种电话吗？嗯，我们天天去打那些免费电话，和那个台的女孩子聊天。什么免费电话？他不是街边墙，2001、2002的时候，墙边不很多街边不是贴了那种公共电话吗？啊，插卡打电话或者，我知道。现硬币的嘛，以前都是靠机啊，那些付电话方便啊。那个也不是免费电话吧？不是免费，但是他有些台是可以打进去免费的，他们老是打进去的那些。对，还有人打110的，打110。啊，对啊，和他聊天呢，打110和他聊天。你打过没有？在这边打呢。都打过啊。对啊，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啊，是不是？就是逗人家啊。对啊，就这逗他。只要是个女孩子就聊得来。对啊，他查你电话又。查到也没用啊，你打完就走了，那也不管这个。你是八几年的？七几年的？八几年的。他知道啊，你那个你就大大方方说吧，你这八几年的，八九年的，八一年的。他怕丑啊。这个时候爸爸的年纪，女孩子年纪保密，我说你想的这么多，我知道档案上写着，我不知道。86年。86年的。89年。86年好像是。和泰勒·斯威夫同年的，88年的。我比你还大。你是88年的。我比你大。我也比他大呢，我是85年的，我比他大3岁。我比你们两个人都大。你是大姐大吗？他不会说他多大了，我问他他不讲呀，但是我可以推算出来。所以你可以给他问个号，你是多大来美国的呀？那么25岁，你来美国几年了？我来7年了，25+7+32。我没兴趣。30岁，我都不止32岁了，40岁了。管他多少？你40岁了？嗯。管他多少岁？40岁属什么的？不知道哦。你是7几年的？那。哎，你看不说了，又保密了。不是保密，是这些你观众要的，不要想。这个没有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我这不理解女孩子为什么把年纪看得那么重要，年纪根本就不重要。哦，我给我什么？我有个杨枝甘露啊，在那个老虎糖买的。哦。8块多，我看着，我不喝，我这很多糖啊。你上次做的杨枝甘露简直就是糊弄啊。啊，糊弄啊！人家这个才是正宗。你上次做的那叫啥呀？你是你看人家这个。这个好多糖的。这个才是正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是我第一次喝你所谓的杨枝甘露就被忽悠了。你看，人家这个才是正宗的。啊，正宗的，怪不得你啊，越吃这么多好多好吃的。是不是这个？你要少喝这个，就芒果嘛。这热量很肥的。不要吃啊！你要少喝呀，你要减肥不能喝这个。减肥不要吃啊。放着吧，放下放桌子上了，你不要喝了。其中的时候你要明白原因所在，对吧？他原因所在就是的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能讲说，哎，你看你为什么没有？那餐馆吃饱饭呢，然后呢，来一杯饮含糖高油饮料，卡路里。对，他早上都不知道有没有严格代餐，晚上 也很酸，晚上也没有严格代餐，也是很酸，和女的差不多。口感差不多，但是你的哎，你上次买的芒果不好啊，你买的西柚不好，看的芒果也是不好，也是不好、嗯，它看上去很漂亮。你没有放西米露，但它这个好看。上次没有吃，忘了拿了。哦，它看上去包的很好看。这个也很酸，可能杨枝甘露就是这样子的。就是它的芒果选的不好咯，不是这样子。是他的。上次芒果那个是芒果，是有点酸酸的，是吧？他芒果选的不好。这个也酸了。那芒果要熟透才行。要选。看来你做的和老虎汤的水，
老虎堂的水平差不多。啊，他表扬我，这忽悠了，这啊，这表扬。上次做出来那一杯就值9块钱了。第一次那杯很好喝，我跟你说。这杯也是9块钱，那你上次做出来那一杯也是值9块钱。嗯，第一杯那杯很好喝，你赶时间那杯啊，那杯很好喝，你没有喝那杯。这个也酸，这个也是酸。哎，你帮我说服一下他，他不想减肥，叫他减肥，他肚子好大。我又不胖，我减什么？他不胖。对的，他这些是。他想做你的福寿材。我真的不胖，他这些是不胖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胖。你把他减的减的像个猴子一样。这个猴子。不，没有，我真的不胖，我真的不胖。我才174磅，我哪胖了？有些人是胖了。哎，我帮你测一下，测一下内脏脂肪。我家里有，我家里。我帮你测不一样嘛。哎，我就肚子大点了。他测一下吧。真的不胖，就是肚子。肚子啊，内脏脂肪超标。我肚子大点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算高？你看我的手，你看我压的时候，你看这个骨头这里。他腿也会粗啊，他腿。这个骨头这里棱都出来了，你看，一个人胖不胖？你就握这样子啊。中间这个棱出不出来？你有没有？你握一下。两个骨头中间这个，他是微胖啊，我是微胖。哎，我帮你测。他可能是烟抽的多，可能抽烟能长肚子，抽烟会微胖，那有可能。嗯，有没有喝酒啊？有没有喝酒啊？我现在啊，没喝酒啊。我有一年不喝了，有半年。时不时喝一点，但是不是很少，很少。抽烟的人就是微胖。也没有，有好多老头子这抽烟的，哦，那干瘦干瘦的抽烟，那些像骨瘦的，他都抽的，哎，都是这样的，这个人就在那里，啊，但是有些抽烟他也很瘦的哦，就是他有很多人很长寿的，抽烟都很长寿。妈的，哪个抽烟不90多的？有些对，好多的，真的。这样子啊？抽烟那些40-50岁都挂掉了。哎呀妈呀！这个不是绝对的，但是不是绝对，但是有这个概率的。但是抽烟真的。所以我在街上，昨天我还遇到一个人，哎，赶紧把烟戒了吧！你看我抽了40多年，我都戒了。我说你没有意义，我说你身后那个人比你年纪还要大上20岁，人家抽着好着呢，对吧？其实没事，其实都很正常。不管事的都。师姐，不管性，男和男有共同目标吗？没，不行，要那样的，就是那样拍不行的。我以前就师姐，我们也拍了几个视频，然后他有一些订阅者也过来订阅我，但是师姐说，但是事情不把我教得很久，没有没有，但是我驾驭不了他的那个，对对对，要教育的流，就师姐的订阅者他是高要求的，高要求，他需要你的视频没有废话，然后你的镜头要非常美。就他的一些订阅者跑过来一看我的视频，就风格不一样嘛，他不喜欢。师姐现的功夫多啊，他可能4个小时浓缩到10几分钟，他一天的视频就浓缩到那。所以就是我们前后拍了2次，我估计一共有上700多个订阅，就是有他有700个是他的订阅过来订阅我的，但是之后呢，我的订阅就老是少，我就知道有这些人。他觉得我人不错，觉得我人很好，你拍视频也很好，但是你的风格我不喜欢，就你人品没有问题，是你的视频的风格我不感兴趣。他可能会，不感兴趣，他可能订阅我了，但是不会看我视频，或者说他有一个视频看着不好他就取关我了，这种情况真的是有的，我也知道，世界也知道。所以不存在那种说或者说是什么蹭人家的粉儿哈，蹭不到的，你蹭我的粉儿 OK 呀，我的粉儿就是包容性比较强，他们能够接受我的风格，能够他们能够接受很多风格，但一旦人家接受了师姐的风格，这些订阅者这些粉丝也好哈，很难接受别人的风格，那一看你这拍的这叫啥呀，取关，噔就取关了。我的频道经常有人在下面留言，就说你拍的啥玩意儿，我要取关你，他就真的取关了。你只要是老是法拉盛，你不离开法拉盛，对啊，我就拍法拉盛。对啊，人家师姐是整个纽约到处跑，人家连那个乌德里都跑过去，那个购物商场大商场的他都跑去了。他，师姐的他范围大，你范围其实啊，师姐的真正绝妙之处
在于它的尽头。你们拉的好宽啊！不是，走了走了，我走了。它主要哪里吸引观众呢？就是峨眉两个字吸引。哪里有人拿峨眉做？不是，峨眉师姐的视频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峨眉两个字，没有峨眉没人看的。是镜头，它的镜头拍出来，电影的镜头。我跟你讲，很多拍微电影的人都不如他的镜头好。你可以去看美国这里很多记者，他们拍的照片跟峨眉师姐拍的照片封面图，峨眉师姐的封面图拍的最好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封面图拍的最好，他的每一个镜头都是非常讲究的。你应该，我知道怎么拍。你应该叫少林寺金峰。那得把提升五。就是我有一两个视频是学习他的风格哈，但是大家不接受的，为什么？我的声音一出来，人家觉得这什么玩意儿，直接就关了，。喂，我有一次上网看人家讲话，有一个人讲话凉凉凶，笑得我肚子疼。我跟你说，你叫他改名字，改少林寺金峰。不要不要，他改什么？喂，改什么？哎，你走了？我走了，我得拍点东西嘛，我今天我得介绍拍。每次过来你这里都逗留一天的。今天你拍了六七个了，你爽了，我们没东西啊。哎，买菜。我想一下买什么？那我拿个买台车过来了，那肯定要买点东西回去啊。空啊，买点生菜。买生菜。